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8月10日开始，为到10月15日，我哋土生来举行。土生市政府老客委会系招请高手老分子创作嘞客家 New World 做主题曲。另外，之前还规划的日本东京嘅插头，还个台北因东都嘅上线，还个香港地铁也都为所来等户外广告。就会爱招请国际游客、强客来到台湾。来了解客家风采。世界客家博览会主题曲《客家 New World》曾先为世界客家博览会做开场，金曲歌手罗文志做创作人，还老金曲歌后彭家辉介绍新秀亚皮强下表演，用现代流行摇滚来做主题，将大家都懂的嘅线路融合到介绍各地图，编曲界下未用摇滚，老高雄乐。客家的塔歌、锣鼓、山歌两调，传统客家音乐的元素，展现出客家世界博览会的气势。你看，刚刚可能有不同开创新的格局曲风，站在传统的底蕴，然后加上新的元素在上面，所以我它也跨时代啊。希望客家堂呢，一条歌时间会有共通。来到香港的地铁，两片的电子广告看板，突然是新闻出刊等，本年七月度突然登场的世界客家博览会宣传，不但强到香港，日本台湾最有名的商店土顿窟，日本东京皮船茶头，每条年宣传的看板，来向外国人客来聊。我见佢个展览期好长，都有成两个月，咁都可以抽时间去睇下嘅。哦，我都会带啲细路仔去睇下嘅，暑假嚟紧啊嘛。土人是新闻出港，希望打崩海外宣传，做得本外国朋友第一项博览会的消息，来台湾看到客家文化，感受客家的魅力。那像是在日本的东京的品川车站，还有大阪的街头，还有在香港的地铁，我们都露出我们相关斯克博的一些意向，以及我们活动的日期以及地点。在后疫情的时期呢，在国境解封的时代，我们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的国际旅客都可以到桃园来参观斯克博的活动。社客博发言人陈耀谦讲，因为这摆社客博系全世界头一摆用客家来做主题嘅博览会，大家全系头一摆做。不过，除透过办其他不同嘅纪念、先期嘅行销、老国外媒体访问之外，都展览期间还为老国外名流名人向下协推荐展品。那个我们有就请一外国的记者来写一文化，还有那个庙路来宣传也是给客家博览会的给海外旅游的资讯。啊，都没有邀请外国的影星、网红还有 YouTuber 来合作到搿个节目当中来介绍。方言人陈耀庆讲，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是全球头一摆用客家族群文化来做主题的博览会，来摆到日本、来香港来宣传，希望做得下到国外的人客来土生了解客家文化，咪容易推翻。客家新闻罗文塔土生报道。